Sambaya, Sambaya, Bhumana, Sarama, Samaba, Hong Par Soha, Om Sambaya, Sambaya, Bhumana, Sarama, Samaba, Hong Par Soha, Om Sambaya, Sambaya, Bhumana, Sarama, Samaba, Hong Par Soha, So, 有时凡事皆众生是一切人是子，我一切皆生于一切别离境无余，普贤行愿为胜利。普贤一切如来前，一生普贤参甚深，一别离参成佛，于一乘中成殊佛，各处菩萨众会中。无尽法界成一人，身心诸佛皆充满，各一切因生海，普出无尽妙严辞，尽于未来一切皆赞佛甚深功德海，一处最胜妙法满，七月脱相即三开，如是最胜庄严具，我以供养诸如来。最胜依佛，最胜相，莫相少相欲等作，一切如妙高举，我心供养诸如来，我以广大圣界行，深敬一切三世佛。悉普贤行愿力，普遍供养诸如来，我悉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志所生，一切我境皆忏悔，十方一切诸众生，二乘有学及无学，一切如来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十方所有世间等，最初成就菩提者。我今一切皆全心转于无上妙法轮，诸佛若于是涅槃，我悉至诚而全切，唯愿救助他成劫，离乐一切诸众生。所有礼赞供养佛，请佛住持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即佛道，悉尽十方一切处有坏正等，皆即是地菩萨摩诃萨众，悉诸为大金刚持善师垂念我，乃至菩提果归。
以诸如来正法菩萨众，如是亦归依，乃至菩提果，归依诸如来正法菩萨众，如是亦归依，乃至菩提果，归依诸如来正法菩萨众，如是亦归依，如是出善事，现法菩提心，菩萨行许诸菩萨诸学处，如是为力生发菩提心，佛于诸学处此地勤修学，如是诸善事现发菩提心，佛此行许诸菩萨诸学处，如是为力生我发菩提心，佛于诸学处此地勤修学，如是诸善事现发菩提心，佛此行许诸菩萨诸学处，如是为力生我发菩提心，佛于诸学处此地勤修学，今生无我福，善得此人生，佛生佛家住，今生如来子，而后无当为，一护佛主也，生默然无辞，无垢尊贵重，犹如目盲人，非取获至宝，生死菩提心，如是我何心，心与护诸仙，眼中为上宾，眼下成佛乐，破愿皆欢喜，菩提心妙宝，为生者当生，一生无退时，辗转已增长，愿不舍觉心，为生菩提心，诸佛恒提携，断尽诸魔业，愿菩萨如意，成伴众生利，愿有清晰德，护住此护念，愿众生得乐，诸恶去用尽，愿等地菩萨彼愿皆成就，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随智智慧第二乘云，犹如今日即明朗，所有诸义如是观故，胸中直指般若含，诸有于此生死牢狱，无灭爱苦苦所逼，众生海中
悲痛一字，尽作流水盈盈雨，若他泪成烦恼随心，也知天所未解脱，无明暗中苦之妙呀，境界未断回报见，从本清净究竟实地，功德深远佛子最深地，爱一时而相好庄严，除我心安静地妙吉祥。哦哎呀帕萨那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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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阿呀帕萨那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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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悲则以其变，至光明，清除我心，以驱逐黑暗。其境即能巧点皆证得，愿此智慧辩才显现。娘姐亲婆祖等女米一将中年朋友亲婆那边打吧把个单刚长途学门都东巴土鸡将拉向这儿罗罗桑要好了兄弟行路里公婆同里婆婆的接着弄多亲自的将中阿德恩求安子当本在亚拉索万的内心那是我在你讲空生叫或者对地全落也浪漫一面喷错叫拉索软的公爵是多半破的心机路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如中人自是。那么在原文上呢，中观师继续反过师说去则去意不盈理，业以作则引以义，这样来这个可以说就是破的。那么对这个问题呢，对方做不救所以这样做到，在法本的138页中间部分，有西有在看左右看右这样看左看右也看不到讲到哪儿，不如我自己说138中间这块那么对对方呢，对这个问题呢做这个补救原文上这样说道，
若作四年，全无作者为能取者，此中唯有索取居耳。那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对方这样想，根本没有一个作者作为这个能取者，这里呢只有一个索取的无因的句句。那么这样的话呢，对方呢现在就舍弃了作者我，认为呢只有一个索取的无因的句句存在啊，这样做这个补救。那么以下呢是中观是以观待的道理做破斥，所以这样说道：此不因理。宋曰：若为业若为右业无作者，不然离作者无业。那么这个也不合理。如果认为只有说作的业而没有能做的作者，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并没有离开作者独自成你的业，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这里月称知识上又这样说：若不须作者，一不允许无因之业。如果不承许作者的存在，那么也不应当承许有无因的说作业。意思就是说，能取和索取，或者呢作者和说作的业，都是观的而有的，不可能独自成立存在，不可能这个独立存在的。因此呢，并没有这个离开作者而独自成立的说作业。这个问题我们打比方来讲，比如说裁缝和这个义父，那么其中这个裁缝就是作者，而义父呢是他说作的业。如果压根没有一个裁缝的存在，那么绝对没有他说作的义父，或者说不可能有一种无印的义父存在。那么像这样，作家和作品，画家和画作，农民与这个庄稼，农民和庄稼，还有呢就是陶工和瓶子，畜舍和饭菜等等，这些能和说都没有办法独立存在，必定就是观待说才安理能，观待能才安理说，这一切全部都是呢观待的，所以呢就是有者具有，无者具无。是这样的，需要明白，没有这个作者有业，这个是不可能的。离开作者，不可能有个无因的这个业，就像前面所说的，压根就没有个这个裁缝就不会有他所做的衣服，或者压根就没有一个作家的话呢，不可能就是出现一种这个作品等等，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这里约称就应用龙树菩萨中论的教证证明这个观点。所以这里这样说到：论云，入破作作业，应至去耳，既欲一切发，亦应如实破。那么龙树菩萨在中论当中也说到就想破出作业和作者有这些那样，应当知道同样能够破出能去和索去有自信的存在，其余的能生索生，智和幼稚，能兼索兼等等的一切万法，也应当这样破出。所以呢，我们需要明白，在名言当中都是呢彼此观待而安立的一种这个法。如果深意理论一旦正式观察抉择的话呢，那么需要明白一切观待的法在深意本性上呢根本不存在的，本来就是没有一个可以说作业和作者的存在，同样呢没有一种能屈和索屈，能神索生，自分和幼稚，还有这个能减索减等的法，这些观待法全都是假的。所以呢我们有这样一种能取索取，能生索生的制作，这些都是我们颠倒的制作。那么通过上面的这个道理呢，同样可以破除对这些能取索取，能生索生等的一切法的制作，应当都这样可以破除，所以叫一因如实破。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里意思就是说，凡是能说凡丑力的一切法，都是互相观的而有，绝对不是独立成立的。
比如说能生和硕盛，就像这个由弥做成了这个幡，所以呢就是弥就是能生，而这个幡呢是硕盛。那么其中单独的一个弥不能成为能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印的自信，必须观待由他做出来的一个国法才能案例弥是某种事物的因。如果把弥做成了这个细范，那就案例这些弥就是细范的因。如果把这个弥磨成了弥粉，那就案例为这个弥粉的因。同样的，如果把这个弥量成了弥臼，就是说弥臼的因等等。那么像这样，只有出现了他的国法，才能够观待于这个国对于掀起他的因安理印的这个名称。那么同样，只有观待于因，才能案例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国。那么由于因和国都是呢互相观待而有，无法独自成立，所以呢就是能生和硕生同样是假法，没有个正式实有的能生和说生的东西存在。包括明眼的当中能生和说生都是呢观待而立，而且呢同样就是假发，是这样子。那么不但这个可以说就是作者和说作的耶，包括刚上面讲的能生和说生也是假发。同样的自分和幼稚也是一样。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说一件这个方子，那么由东南西北上下六个部分组成，那么整体的这个方子是右字整个驱逐这个自分的整体的所以整体的方子是这个右字，而这个每个部分是自分。那么只有冠带各个自分的聚聚，才能够安立是完整的一件方子。如果根本不冠带这些自分，那么总体的方子能够独自成立，那就应当在这些自分之外能够找到整体一件方子的东西。事实上呢，如果把东南西北上下这六个部分全部裁掉，根本没有什么一个方子的东西存在。所以呢，大家需要明白，幼稚也是冠带自分而安立的。那么同样的，这个自分只有处在总体的聚居当中，才能够安立是谋法的一个自分。因此呢，脱离了这个幼稚，同样没有一个独自成立的自分的东西。再比方说这个身体，那么冠带于从头到脚各个自分的聚居而安立，并不是离开这些自分另外有一个身体的司法存在。那么翻过来说，只有冠带于由自的身体，才能说这些自分都是呢身体的组成部分。那么脱离了整体的身体，也不能独自成立为一个自分的东西，是这样子。那么这样我们也明白，自分和幼稚也是互相关待的，确实没有一个幼稚没有办法案例自分，没有个自分关待他的幼稚也没有办法案例，所以呢同样就是一个假法，没有个实有的东西存在。那么再说这个能坚和硕坚，那么其中这个能坚是心，而硕坚是精，那么心和精也是互相关待而有不可能独立存在。正所谓这个精不自精，由心故精，心不自心，由精故心。所以呢所有的这个精呢都是观待能了别的心而成为精，不观待能了别的心，没有个肚子成为的一个精。那么同样的道理，观待输去的精才能够胜其了别的心，没有离开镜像独立存在的一个性。这样子的话呢，能坚和硕坚，或者说性和精，都是呢互相观待而有的，不可能单独独立存在。这个呢一般我们都没有这样想到，认为能坚和硕坚，或者说性和精呢各自各独立有个东西存在，这就是我们的实有之作。其实呢的确能坚硕坚或者说性和精都是呢互相观待而有，不可能独立存在的。
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方说我们这个看一个电视，那么关待于这一幕幕的画面和声音，才会升起种种趋近向的延时二十单的心。如果压根就没有个镜像，那么不会肚子升起看到某某电视剧的这个心事。那么同样的，关待于这个看电视的这个心事，才能成由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镜像，脱开这个心事，没有个独立存在的一个心，是这样子。那么像这样一切能说范畴里面的事，全部都是相对的而变，相对的而变。那么由于他们无法独自成立，必须关待于他缘而有，因此呢，全无自性，根本没有个自性的东西存在。所以呢，包括我们在名言当中制作一种自性的东西啊，这就是我们的私有制作啊，就是争议出来的，或者就是说确确实实就是一种颠倒的一种判断，不是符合显而无自性，或者呢就是说缘起性空的本性，是这样子。那么这次当中下面呢就是解释这个众人偈颂当中部分词句的意思，而且呢是属于这个生命穴的一个内容。那么这样说道：词中与事无常别落扎自愿。那么这个自愿呢，就是在梵文当中呢赋予这个字界上是喻体发生变化的一种祝愿。也就是说赋予这个动词与根伤让它呢成为这个名词，或者成为这个形容词等等的即为喻，是这么叫做一个自愿。那么这里说由能虚故名为趣则，若无作用以无必思，故安理彼作用同能取所趣，趣之以如声明论云，自大于落渣时堕分，故于业伤给落渣缘一同索取业也。那么就是说在这里与这个浊浊事物上面这里在这个浊浊事物上面给这个罗渣自愿，由于是能去的缘故，那么成为这个去者，假是没有作用，也就没有比浊浊的事，所以呢就是安立比作用，那么同于能去和索取而者。那么去字的意义呢，就像这个声明论当中所说，自大意和这个落渣有这个多分的意义，所以呢在业上面呢给落渣自愿，也通于索取的业，是这样子。那么这次根据这个声明论就讲了这个自愿的内容。那么这里想讲的就知识当中这样说到：如以作者安理也，意业安理作者，如是以于所趋安理去者，以于去者安理所趋，如论云，我不以于取，以不及是取，而复非无取，以不颠是无，是不当之，若理作者也以废用。那么就想以于作者才能够安理所作的业，以于这个所作的业才能够安理是他的一个作者，这就是譬喻。那么同样的像这样以所去的这个无因才能够安理取者的我，那么同样以于这个取者的我才能够安理他所去的无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也是以于无因而安理的一个缘起法。就像龙树菩萨在中论当中所说，我不是离开无因而独立存在的法。那么这里的取就是指无因。那么同时呢，我也不是完全等同于无因，而且呢我也并非不关待所取的无因而有，并且呢我也不是像十女儿一样全然住于无的自性当中。那么这样应当知道，作者和所作业互相关待而有，那么离开了这个作者，所作的业也绝对没有的。离开了这个作者，所作的业也绝对没有。因此呢，
你们这个宗派所承许的没有能取则唯有说去的这个福音呢，绝对无法成名，这个观点没有办法正式建立起来，是这样意思。所以呢，大家需要明白，以上呢就是破除了福音是我。那么下面呢，辨明什么时候责破我，什么时候安利我，这两不相位。破的就是实有的我，安利的呢在名言当中，关在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加利我，这些要三家辨别的。所以呢，下面就是辨明啊，什么时候责破我，什么时候安利我的问题。所以呢，这是当中又这样说到，若尽所无作则，而又耶又薄，当知是佛有自心者作则，废婆迷眼自分驾离自我，如尽云扑特驾乐，无名随转作主复性。那么一次呢，譬如佛说身以空经等的经典当中就说到，有耶有包作者不可得，是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作者只有这个业和过报。那么应当知道，这些在破除有自信的作者，并不是破除迷眼自分家里的我。就像有些经典当中说说，扑得驾了随着无名而转，由此呢造作各种福业等的心。那么十二因缘起当中第一个啊，扑得驾了随着无名而转，就是讲到无名而转，然后这个菩提伽罗随着无名而转以后呢，由此呢造作各种福业等的心，那么十二缘起当中第二的心也出来了。那么这个经典明显说到菩提伽罗他随着无名而转等等，那么意思就是说破除自心成立的一个浊者我，这个不成立，意思就是说破除自心成立的浊者我，在因为的这个时候呢，只有作业的无因，并没有实有的作者我的存在。那么同样受过报的这个时候，也自是受报的这个无因，并没有实有的一个受者我的存在。同样受报的时候呢，也自是呢受报的这个无因，没有实有的受者我的存在。那么总而言之，从因到果的过程当中呢，无我未法无我未法。只有无蕴的发在蕴性，根本没有一个常发的我、独立的我的存在。所以呢，就是经典当中说没有作者而有业有过报，这个纯粹就是讲没有一个实有的这个作者的我，没有个实有的作者我，同样呢，没有个实有的这种受者我所以呢，就是颇有自信的一个作者我，是这样的需要理解。但是呢，在世俗名言的当中呢，以先前的各种之分的寄居家里安宁这样总体为我，比方说得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由于他有各种身心无蕴的寄居，那么为了方便起见，就得以这些云的寄居家里一个代号叫做这个藏三。那么从此之后呢，一说到藏三就自带这个无因聚聚。那么像这样藏三或者这个我自身呢，对于这些现象取得一个假名，并不是在这些现象上面真是有个实有的这个自我的存在，并不是在这些现象上有真实成立的自我东西，也就是并不破斥与无因聚聚家里的我，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需要明白，在名言当中呢，因为众生都是呢各自的身心相续，都是呢别别相续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要安理各自各的这样的一个名称，说是我是我，你是你。那么各自安理自己的时候呢，就是依靠自己的这个无因聚聚家里我，或者家里人，或者是家里一个游亲，或者家里一个菩提伽罗等等，是这样子。这个是名言当中就是没有必要破除的就可以说家里一种我。但是呢，真正在这个可以说无因生性的相续当中，或者说在这个无因上面呢，有没有个真实成立的自我呢？绝对没有。
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当中的不可得的，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上面呢，我们要三加辨别的问题呢，什么时候破除自心实有的我，什么时候可以加离中这个啊眠当中的啊普陀伽了，或者是某个人啊、某个油钱啊，或者就是某个众生啊等都可以的，这两个不矛盾，是这样子。但是呢，承认这个无因是我，而且我也是实有存在的话呢，不单上面所讲的过失，还会有别的其他的过失。所以下面又这样说道：福有过失，颂云，佛说一也，地虽活，奉是空灯六中劫，既以炎灯六处处，加灭暗力亦为我，说以心行所立我，故非壁灯即是我，壁灯寂居亦非我，故必非是我之境。那么就是说啊，凡夫人为啊，无因是我，或者无因当中行识是我，有这样的执着，包括这个内道消声啊，就是增量不当众的一些傲慢的神门在内，他们也认为这个无因或者呢无因当众的行识是我。那么这里月尘菩萨说还有其他的过失，哎，复有过失。那么松文商直接就说到，倒是佛在经典当中明确讲到，这自是呢已与地水火风控制这六宗皆而下面安立为我。佛在经典当中又说到，这自是呢已与眼耳鼻舌身意等六出说意的六根而下立为我。同样佛在经典当中还说到，这自是呢已与这个八识行网无识仪行所断的法而假名安立为我啊，也就是精进对多种法的寂居安立一个我的名字。所以呢并不是这些六阶六出行行所等法本身是我，而不但这些法单个不是我，这些法的寄居也不是我。那么时间人们人为的我指的就是六阶六出行行所等这些内容的重点，而不是其中的一个自分。既然任何一个自分都不是我，那么所有自分聚居在一起也决定没有实有我的存在。这个问题呢就像一个泥罐里的每一件方子里面都没有消透的存在，那无十件方子合在一起也没有个消透那样，是这样子。因此呢六阶六出行行所等的发以及他的寂居都不是我自的经。大家知道我自这种行所制作的经是我，那么这个我到底是实有的呢还是假立的呢？如果这个我是实有的，是实法的一个东西，那就应当能够正式得到它。但是呢在无因任何一个自分上都得不到我，在众多与云的聚集上面也不可能真的有这个实有的我的存在，更不可能在无因之外得到我。那么这样就知道所谓的我只是对六阶六祖等很多法的寄居而安立一个名字来称呼它。哎，就像很多这个农民的聚合要塑成是某个村那样，那么这个村是安立一个记号，安立一个名称好叫它，而不是真的在单个农民上实有它，也不是在多个农民这个合在一起能造到这个纯的自发的一个东西。就算把每个人分析成一个个未成和一个个刹那发，也找不到一个纯的实有自发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就只是假名安立而已，这个纯就是假立而已。那么也因此呢我自心所制作的经也是我，它呢根本不住在无因内无因外等的任何处，纯粹只是个假名罢了啊，这是个假名罢了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
那么这是当中应用今天来讲这个，所以又这样说到：静云，天王六阶六出出，十八一进行，十四复普陀驾落。六阶为地水火风时空，一比六阶驾里为我，炎灯六出出为炎河出出，乃至一河出出，一比六出出驾里为我。十八以进行为缘色身相味触法七六中，系以静心，又以静心，舍以静心，以彼一心，即以心心说法，驾立为我。那么其实大家需要明白，这个月称菩萨呢，根据这个经典来这个可以说就是介绍驾立的我，不是实有的我。那么依靠什么驾立的呢？就根据经典来讲呢，就驾立我的方式呢有三种，这里讲了三种。那这样的话呢，大家需要清楚，其实这个可以说佛在经典上所讲的内容呢，这里月称菩萨做了个记诵给我们就是说明了一下这个问题不是他自己单独想出来讲一个道理，不是这样的，其实就是佛经上讲了这么一个内容，他把佛经上讲的呢做个记诵来给我们这个可以说就是阐明，是这样子。那么这里说静云这个经典呢，佛在这个复字回集经上面讲的。那么这个经当中就说到大王这自私一桌地等六劫炎灯六出处以及十八以静心而驾立为人，或者呢就是有情或者按梵文讲就是驾立中这个普德驾了。普德驾了之意过来的话呢，就安立为一个四副的名称而已。也就是说依靠多个法的聚居而驾立为我。其实呢就是对很多法聚居在一起这个情况给他安立一个我的名字而已。是这样子。但是呢现在我们要如是的同打无我空心我们就是作为中心呢有很多我字或者说就是确确实实凡夫的一个大的特征就是我字上面在可以说就是大转转，或者说六道的众生都是居住这种严重的我字的制作，道字呢就是今天还是在生死轮回当中。那么这个我字是缘什么东西产生呢？直接就是缘我。那么这个我是真是实有的我，还是就面当中家里为我，没有个实有的我，这些我们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心去观察。那么观察的时候呢，佛就说到这是一个这个可以说就是驾立的我。那么依靠什么驾立呢？那么佛在这个经典上面呢驾立我的方式呢就讲到有三种。那么第一种呢就是依于六界，所以这里说六界为地水火风是空，以彼六界驾立为我。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都是依于这个六界驾立为我的。那么这个界首先我们需要明白，界就是有提性的意思，有差别的意思。那么这个六界就是指地水火风是空六种中心或者是元素。那么依于这六种提性不同的法的寄居驾名安立为我，没有别的。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打比方来讲就像这个一个国家有六个省，那么每个省都各不相同。那么在民谚当中呢就对于这六个不同的地区呢驾立为一个国家。那么同样的道理，观察这个我们游庆的身心的内容的时候呢，会发现这里大体上呢有六种提性的法，所以叫做六界，还是这样子。那么这六界他们的这个提性呢各不相同的，也就是说六界当中这个地界地的这个提性呢不是水的这个提性，水的这个提性呢不是火的提性等等。那么总而言之，每种这个界都各自安住于自己的这个提性当中。那么对于这些不同提性的法的寄居呢就安立
一种任啊或者由近的名称啊，就像对于六个不同的省取名于一个国家那样。那么具体来看就更清楚更明白，彻底就知道这个可以说任啊或者由近啊或者说我啊就是一个假立的，依靠这个终身各自的六界而这个假立的。虽然这个六个界啊就是有不同的啊这个可以说就是体系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呢对于他们的这个聚集呢可以按理中这个由近或者这个一个终身或者一个人或者一个我是这样子。那这个呢就是具体一分析的时候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所以我们具体来讲一下。那么具体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要具体去看在这个众生的云体上面能见到比如说毛发皮肤啊肌肉啊然后呢骨骼啊经脉啊还有呢内脏等等坚固的体性的发坚固体性的发，这些全部都叫做这个地界六界当中的地界。那么又可以在云上面看到比如说寒液啊吐液啊血液啊消化液啊柱子液啊细胞内液啊尿液啊等等湿润体性的这个发，这些全部都叫做碎界。还呢能够在这个身体上下内外各部分当中发现内热就是有里面的热和外面的热，还能呢在这个众生的身体上下内外各部分当中呢发现这个暖热这些全部都叫做火界。另外呢在这个众生的身体做这种动作，那么身体在运动行走的这个时候产生的这个风体内各个器官的这个蠕动以及这个咳嗽啊排泄等等的时候呢，上行下行的这些各种风包括这个呼吸等等，这全部动转体性的发都叫做风界。而且呢这个眼睛啊耳朵啊鼻子啊口腔啊然后呢就是咽喉啊还呢就是胸腔啊腹腔等等的内部呢都有这个空窍，那么这些体内的这个空间全部都叫做空界，是这样子。那么在这个可以说就是众生的身上这些色法之外又一种能了别金相的明智体性的法，包括这个眼识耳识鼻识色识意识意识等等，他们都叫做世界。那么想这样当你的心真正看到了自私六大类不同这个体性的法像这样当你的心真正看到了自私六大类体性各不一样的这个法，就不会认为这里有独一的我或者独一的一个由亲的四体存在。所以呢大家需要明白我等众生的这个分别心呢有一种这个特点就是要有固定的名称作为所愿，才方便缘取才方便运用等等。那么这里也一样，为了方便了解为了称呼等，那么实践人们最初对于这六种法的聚集呢取了人的这个名称，那么进一步为了便于在名言当中比如说交流啊沟通啊等等，对这个不同的六界的聚集呢还会按理不同的名字。这个我们听打比方来讲，比如说把这一对具有坚固湿润暖热冬转而且里面有空间而且能够了别金相的这六界法取名为这个藏善，然后呢把那一堆六界的聚居取名为这个立思等等，那这样的话呢那边这个一个众生身心相续所摄的这个不同的六界法取名为藏善，然后这边一堆众生的这个身心的
六界的聚居，取名为利色胆胆，是这样来这个说张三李四，或者是自己和他不同的这个幽亲，就是出现这样不同的这个一种啊名字来辨别，或者说在名言当中呢沟通啊，或者是交流等等，就可以安理起来了。但是呢，我们没有这个人我的智慧，也没有学习人我空性的这样的这个佛法，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呢对于这个人我呢一无所知，包括这人我的问慧、色慧、嗅慧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凡夫的众生呢，天天认为我是真是有，而是实实在在存在，认为就是我，就是我，我就是这个众生，我就是有心，我这样子啊，可以说就是一直认为是真是实有的一个我，或者实有的一个人，实有的一个众生，实有的一个有情，或者呢认为真正存在这个中啊，可以说就是菩萨戒了，是这样子做。那这个呢，我们没有学习这个般若无我这个法，也没有这个修这个无我，所以呢我们就是平时呢也不观察，不觉知，不去这个用这个无我的智慧照见这个无因上原本没有一个实有的我的存在，这些都不做观察，不去这个秀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凡夫大家呢，平常不观察的时候呢，就会习惯性的把自己这一对坚固的、湿润的、有暖热的、有冬转的、有空间的，而且能了别庆荒长远等等的色发，还有排收灯的声音、相抽，然后算天、能惹灯，以及能分辨、能盘短灯的发，总的制作成一个我，也就是把这些原本体型各不相同的现象的句句当成是独一的我。但是呢，真正观察的时候才会发现，原来这只是六种体性的发聚聚在一处，里面根本没有独一不可分的我的东西，而且其中的任何一个发都不是我，那么六种发合在一起也不会有真实实有的我的存在，而这个六界之外更不可能有我。因此呢，所谓的我呢，只是第六分别心对这个六界的众居安立的一个名字，或者说这只是各种因缘合成的由六类大众体性的一个现象，根本没有一个独立的我、常住的我的一个存在。那么这样就真正知道自己年年制作的我根本不是什么个四法的东西，只是一个假名而已，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所以呢，这里今天讲的内容，我们要如理的是人人真正的很仔细的观察的时候呢，收获就非常大啊。就是当时虽然就是佛直接说大王，其实是当时的眷属以及未来的佛弟子们，佛就是叫各自，这个都需要明白。我们所谓的这个我啊，都是假立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依于这个六阶假立为我啊，这一上我们就讲了、分析了、觉知，而且呢用正式分析观察的啊，事后呢发现确确实实这个可以说只能名言当中说有六界，但是呢所有的我根本没有，没有个独一常住的这个我。这样子的话呢，以与这个各自终身生性的六界而名言当中呢安立了一个我，加立为一个我，加立一个人，加立为这个有情或者加立为一个终身啊，是这样子。其实呢，在名言当中，除了众生各自的六界的法以外，根本没有个实有的我，这是对这个六界的众居安立的一个名字，叫做我，叫做人，叫做众生啊，等等，是这样子。这是第一种加立我的这个方式，是这样子。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依于这个六处处，所以呢，这里说言灯六处处为言和处处，乃至一和处处，亦必六处处，假立为我。
那么大家需要首先明白，所以这个六处是哪些，然后呢六处处又来了个第三个字，就是诸处的这个处，那么这个处是指什么，这样然后再去看这个依靠这六处处念当中加力为我啊，完全很明白。那么首先所有的六处就是指啊六根六经六识三者合合而去刻一不可以中庸等的境界意，这个叫做这个六处。那么说到六处处，这个就是指六根，这里是说眼根色尘言师说圣的言出处的意处，就是眼根，乃至于这个意根发尘意识说圣的意出处的意处是意根。那么是以与这六种根而加力为我，或者说自是对这六种根聚集在一起安立一个我的加名而已，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打比方来讲，就像这个一个大公司有六个部门，那么每个部门都有一个窗口，分别接收来自不同方面的信息，那么这六个窗口合在一起，这六个常客合在这个仪器就取一个总体的名称，就叫做某某共识。那么同样我们终身的有言二逼色身意六种根，这就是我们的整个身心的内容。那么这六种根就像六个部门，他们开藏的这个时候呢，就会分别接收色、声、相、味、触、法等的信息，而且呢，就是各司其职，互不混淆的。比如说这个眼根这一门只接收这个色法，耳根门开藏的时候呢，只接收各种的有情和无情等的这个声音。那么其他的根呢，也一直类推。鼻根呢自辨别香臭等，身根呢自接收酸甜等的味道，身根呢接触冷热软阴等的触尘，那么一根呢原作前五根说去的印象起分别制作等等。那么这样就看到我们平常人为的生命或者友情，这是这六种不同的根合在一起，对这六种根聚集在一起就取一个总体的名称，叫做有情或者叫做人，是这样子。前面把六个部门总的叫做某某共识，这只是我们的第六分别意识对它取的一个名字，在这个六个部门之外根本就得不到一个共识的实体的存在。那么在这个六个部门内部，也就是在每一个这个仓库里得不到一个中公式的东西存在，那么六个部门合在一起也没有，那么这样呢你本人就应该明白所谓的这个中公式啊，这是第六分别心为了方便圆取观待六个部门的聚居加力的一种名称而已，实际上呢并不存在的。那么与此相通，所谓的这个我，所谓的这个由亲，所谓的这个生命，也只是第六分别意识对这六种根的聚居所安立的一个名字而已，并没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存在，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这就是第二种加力我的这个方式。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讲第三种加力我的方式，也就是意于十八以静心，所以呢这里就这样说到，十八以静心为缘，色身相为除法七六中系以静心，又以静心则以静心，以彼一心即以信心说法加力为我。那么前面讲了两种加力我的这个方式前面呢讲了这个加力我的两种这个方式，那么这里再说就是依于这个十八一
尽心和心行所能的法加力为我。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又是一种观察的角度。虽然观察的方法没有两样，但是呢，通过不同的角度做观察，会加深对我的体性的一个认识，更清楚地认识到我啊，自是一语无因的句句加力的一个名字，就是加力的一个名字。所有的我，所有的人，所有的菩提伽罗，所有的这个众生，就最后就落到仅仅就是依靠无因句句加力的一个名字，落到一个名字上面。那么这里啊，这个可以说就是今天上所讲的内容呢，要具体的去了解。了解以后呢，对非常这个可以说就是清楚的通达这个无我。所以首先我们需要明白这个十八意境性啊，就是观察我们心里的一种活动，就是指十八种内心上的受，也就是细幼色三种受，并且呢这每一种呢又有行于色声香味触法六经而生起六种受。那么就是经呢有这个可以说就是六个经，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细幼色三种受呢，在六个经上都可以就是行走，行在这些上面，往这些上面行。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六个经，每个经上面有六种细、六种幼、六种色。那这样的话呢，就总共呢有十八种，这个叫做十八意境性。但不过这些呢要具体这样的需要理解，也就是说这个六个经当中第一个就是色，那么色系已尽性，然后呢就是圣系已尽性，乃至于这个法系已尽性，那么这六种系已尽性。然后同样的这个色有已尽性，身有一尽心，乃至于这个法有一尽心，这六种又一尽心。然后呢就是同样色一尽心，然后呢圣色一尽心，乃至于这个法色一尽心，这六种色一尽心。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有十八个了，那有十八个了。那么我想这十八个为什么叫意境性呢？那么大家需要清楚，由于他们唯以意识为境缘而心与境界当中，所以叫做意境性。也就是说无受当中的苦乐二受，唯以异于无根和异根，不清净于意识，所以不叫这个意境性。而这个细幼色三受在这个第六意识上有，能够做意识清净自愿，是意识行自，所以叫做这个意境性。或者说以这十八宗这个受为境愿，能够是意识与这个境界当中速速二心，所以叫做意境性。又或者说这个行是指对于境界速速分辨，这十八种受速速对于色声相味触法六经起分辨，起什么样的分别呢？或者分别为息，或者分别为忧，或者分别为舍，所以叫做意境性，还是这样子。那么大家需要明白我们这个生命活动以意识为主，而这个意识呢不会单独现起，六根借助流进的时候呢，意识呢当即对于损息受的可依经就起细意境性，而对于这个不可依经起这个右意境性，对于这个中庸的境呢起色意境性。那么这细有色三种受唯一呢由意识凝纳的，所以叫做意境性。那么由于是以六根自身所引起，就有六种路径分别升起三种受，
那么中共安立为这个十八宗，以这十八宗一进行，就可以重的囊括一切我们心理活动的状况，是这样子。那么像这样，当你本人正确看到生命并不是一种不可分割的法，而自私六根接触六经，然后出生各种不痛的心理感受，那么这样做多体观才知道这自私各种心理行为的一个驾鹤，在他们上面根本没有独一的我的一个存在啊，就是说根本没有浑然不可分的我的一个色体在里面啊，无论怎么找也自私各种各样忽生忽灭的心理妄动而已，这个里面连一个未成序的我也得不到。举例来说啊，眼根门一大开，就开始不断不断的接收舍法方面的这个种种的信息。那么这上面有相和心意的境界，有这个不合心意的境界，也有这个中庸的境界。比如说这个看电视，那么当看到相合自己心意的节目的时候呢，立即出现一种喜悦的这个感觉，这个叫做喜受。那么这种受一出来，那么这个意识呢，立即奔驰到这可爱的金像当中，在这个境界上不断不断的盘远分别。如果出现一些不稀幻的节目，如果就是出现一些不稀幻的节目，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掀起一种忧愁的感觉，也就是忧受，之后呢立即产生一种排拒的心理，可能马上会换一种什么频道，因为心里有一种这个排拒的一种状况，那这样的话呢可能马上就回还这个频道，而且呢口里也说出各种不满意的话等等。那么像这样延时一去到不可意的色经，那么当下这个意识呢有一种反应，意识呢立即从这个眼根门出去，对于这种不可意的色经起各种的分别，产生这个右手。如果这个时候呢一些插播一些无关紧要的这个广告等等，那么既不认为好看，也不觉得这个讨厌，就会产生不苦不乐的色受，然后呢随着这个色受，那么意识呢还会原在这个中庸境界上不断的分别，不断的盘旋等等，是这样子。那这样我们就看到主要有这三类心，它们各不相同。那么再继续分析，比如说原刻意的这个色法其的细以静心，又可以分成一个个的刹那，而且每个刹那的心也各不相同。也就是说在眼根这一门里面可以分三大类，其中又可以分成无数，而且呢各自的地形呢都不一样，各不相同的，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在这个可以说眼根啊，就是所取的这个色法上是这样来这个观察的时候呢，首先啊就是眼根啊取向于金，那么这个金是可约意的还是可不约意的，或者就是说一个中庸的一个境界。然后呢第六意识呢就是产生一种要么是喜，要么是忧，要么就是色啊，这样三种受是这样来这个抉择的。那么同样这个身以金心也一样，眼根借助这个圣称发生二处产生不同的收，那么意识呢就原作这些感受现起各种心理的本质。比如说这个眼根听到一种很喜欢的音乐，那么从而就生起喜悦感，之后呢这个心就原在说去的音乐声音上面不断的奔驰。那么换一种这个境界，也就是说耳边传来非常难听的恶骂的声音啊，或者合作的声音呢，或者呢就是各种这个尖锐的噪音啊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根尘相和产生的这个苦受，那么意识呢也会分别这些声音表现出一种不
满意的情绪。是一种平平的一种色受，但是呢，内在的心呢，照样圆若圣意，在不断的奔驰，需要这样来就是观察，要清楚这个关键的问题。那么这样观察就会发现，从这个二根门出去的易经心，从这个眼根门出去的易经心是不一样的。从二根出去的这个易经心和这个从这个眼根门出去的易经心是不一样，而且呢，这三类这个声音力的每类又可以再细分成无数个这个声音，也就是可以不可以中用的每类的声音里面呢，又有各个刹那的声音，而且呢，圆桌不同刹那的声音的经就会有不同的去声音的内饰。掀起不同的心理的行为，也就是有不同的生意进行等等，是这样子。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凡夫呢，过去认为有一个实有的心，而且是一体的心，其实呢，这只是一种错误的一个认识。为什么呢？这个心呢，完完全全随因缘而起，那么因为说缘境不同，每种这个经都不一样，即使是同一宗，即使就是同一宗类的经，但是呢，刹那刹那在这个变化，所以呢，前后刹那也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这样来明白，就是说，因为这个我们的心完完全全随因缘而起的，因为这个说缘境不同，每宗这个经都不一样，即使是同一种类的一种这个经，但是前后刹那也不一样的。所以呢，原这些经所掀起的每刹那的心呢，都各不相同。那这样去分界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些啊，只是很多种类、很多刹那的一个心识，而不是实有的一个心，更不是实有无二一体的一个心的东西，是这样子。那么就像这样，十八亿静心加上一切的行往行说，那么整个名言当中的这个行法，你都能够区分他们不同的提心、不同的作用。这样子的话，就会发现这只是一大堆各自不同的法。那么此处呢，就是对于这无量无数的行法的聚集成为我，也就是以一种加力的我的名称来代表这多种法的聚集。那么这样分别心就好驾驭这个概念，能够非常坚毅的去使用，非常方便的去使用。这个打比方来讲，就像一个这个潮湿的火加上这个怎么说呢，很多这种东西在那儿的话呢，它怎么能去辨别这些呢？这里就像一个潮湿的这个货架上面呢，就摆满了千万种各种的这个商品。那么每种这个商品呢，都有一个这个可以说名字。那么这个名字呢，就是代表整个资分的聚集。不这样的话呢，给它取多少多少个名字，说起来就很不方便了，特别不方便了。那么同样的，我们同仓口里说的、心里认为的，就是一个人在吃饭、一个人在睡觉、一个人在行走等等，不可能说成有五个人在吃饭、五个人在行走、五个人躺在这个床上、五个人在上台领奖，五个人上台领奖，或者呢这个五个人受到了什么打击等等，这样就不好使用了。意思就是说，虽然从多份的内容上看呢，可以说成是五种法或者是更多的法，但是为了表示他们聚集在一起，而且相续不断，就只说这是一个我，或者说这是某一个人，是这样子案例的。那么这样这个详细分析之后呢，你本人就知道我和无印的关系是什么了。那么总的一句话，我是以与无云而加里的名字。我并不是这个无因的东西。
如果你认为安立的我有个实体的存在，那自会让你失望。为什么呢？因为在无蕴的每个自分上都得不到我，在这些自分的积聚上也得不到我的缘故。这样的一个道理需要清楚，这样需要明白，这样呢的确佛不可思议的一种智慧，又有不可思议的大悲，然后呢很深窍的通过这个三个方面，也就是说就是加利我的三种方式，就一个一个都在经典上讲了，讲的内容呢，月称菩萨在这里呢集中当中就做了一个记字来给我们这个讲了。这样子呢，我们就需要就是想到，哦，原来我们每个有情、每个众生，或者是每个人的身心位的六界啊，或者是六处处啊，或者就是说十八以金性啊，或者说我们的心网和心说，观待这些法，依靠这些法加了一个我，加了一个人，加了一个众生，其实呢根本没有一个我的存在。不管是这些法的各个自分上，在各个上面得不到所有的我，在这些自分积聚上也得不到我，这样子的话呢本来就是无我的。为什么今天我们呢这么我之强，口口声声说我怎么样，或者呢以自我为中心，这些是完全颠倒的一个自作状况，甚至呢就是对众生来讲最有害的、最欺骗我们的，就是没有我自作我。其实在名言当中呢就是无我为云，无我为法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是这样来，这个可以说就是如实的了解，这样家里的我没有个真实司法的一个我，这样子就对于自己啊修行啊，对着烦恼啊，端出我子啊，或者是自私自利啊，或者是出头露面，这样这个可以说张扬我啊，现世我的所有的这些颠倒的虚妄分别啊，全部都可以就是对治掉，全部都可以断除掉，是这样的一种殊胜的这个内容。那么下面呢就是这次当中又这样说道，即说以六界等驾离为我，骨匪盈利。那么以上来就是说，既然说到欲以六界六处处十八亿金星等驾离为我，也就知道我不是六界，我不是六处处，我不是十八亿金星等等。意思就是说，我跟这个无因并不是完全等同而无差别的。认为我唯一是六界等的寄居也不合道理。也就是说，不能认为我就是无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无因是很多体性不同法的一种聚聚啊，因为啊无因是很多体性不同的法的一个聚聚，而说说的我只有一个是这样子。所以呢所有的我自是以与多种自分的聚聚加力的一个总体的名称而已，是这样子。那么下面这样说到，由上所说诸法皆非是我，故彼诸法皆非我自心之所愿。那么就是说，由于以上所说的这些法全部都不是我，所以呢必等六界六根等的法都不是我自性的所愿。意思就是说啊，六界等本身并不是我自性的所愿，我自性的所愿就是第六分别意识加力出来的一个我。就像先前我们所说的譬喻，夜晚见到前方的石堆，尤其就起了一种这个鬼象前面已经说过的譬喻，夜晚见到前方的石堆，那由此呢起了一种鬼象，然后呢就是一直说有鬼有鬼。那么这个鬼之心的所愿，就是第六分别心原作以石堆而加力的鬼，它既不是是对你的每一块石头，也不是多个石块堆积在一起的聚聚，
归之性的说呀，为就是归。那么同样的道理，圆这个我才能圣其制作我的心。因此呢，我之性的说呀，就是我，而根本不是无因或者无因当中的任何之分。这样来需要理解。这些都是呢佛教不共的无我的一种这个法义。确确实实就是彻底断除我之，彻底断除这个可以说就是杀戒业见，或者是彻底断除这个我之而引起的烦恼和造业，来自于这个感受种种这个苦报的问题，全部都可以消灭法界的一个修法，就是我们内道不共的无我的一种这个法义。这个要温产生问慧，要思产生社会，要修产生修慧。那么温所成就和事所成就、修所成就的三种文思修的智慧，彻底认识这个假里的我，或者是我之的过患，乃至于这个可以说就是压制我之，或者是彻底端出这个我之方面呢，都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希望。是这样子来在心里面呢要梳理无我的这个智慧的修法，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是这样子。那么这样觉知之后呢，有什么样的一个良好的结果，或者说这种观察是不是很好的，那当然就是了。所以呢就是这是当中这样说到，若是无因非我之经，立无因外以无必经，故我之经非有自心，诸瑜伽师有聊之我不可得骨，亦知我说非有见识，即能灭除一切诱发，无有欲收入波涅盘，故此观察最为断厌。那么这里首先说到，若是无因非我之经，立无因外以无必经，故我自经非有自性。意思就是说，如果某个时候已经你本人发现了这个无因根本不是我自的经，离开这个无因外也没有一个我自的经，就会知道我自的心绝对也不是一个有自信的法，根本不是有一个自信的东西。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我自的心是有自信的法，那一定有他的一个住处，能够得到他。但是在无蕴上面根本得不到我，无蕴外根得不到。那么这样就知道我自心所制作的我并没有设法可得。是这样的意思。然后这里说到，诸瑜伽师有聊之我不可得故，以致我说非有见识。意思就是说，再再数数繁复的修这个人我，这样的瑜伽师从这里就知道我这是一种假立，实际不可得。知道我不可得，也就是知道我说无有自性了，因为我没有，那我说无有自性了，没有个私意监视的一个东西可得的，所以我说也无有自信的。那这个问题呢，一方面粗粗的想一想呢，大家认为就很好懂，因为没有我了，没有我说。但是呢，具体我们起心动念，或者我们的这个心态上有这样的这个可以说我，然后呢才有这个我说，或者说制作我说这样的一种这个可以说就是问题是怎么出现的？很多方面呢，没有就是非常深入的，没有详细的观察，没有学习这样的这个经论的法义的话呢，确实很多人懵懵懂懂的，好像这个似懂非懂的状态当中，就是看经啊，或者是看论，或者是读诵啊，或者是修持，还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没有这种大动自己的一种智慧的力量出现。这个就是说明呢，学的就是似动非动的状态，或者说说白了就是没有端出疑惑，没有产生正见。这样子的话呢，修法呢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呢，这些字字句句所讲的内容呢，必须要具体化的，要就是抉择，然后呢深入的思维，要仔仔细细的观察，要反复的四位，这样子的话呢，在心里呢不但端出邪见和疑惑，甚至呢就是产生非常坚固的定界。在这种这个定界上面去修的时候呢，确确实实终身呢以我执或者是放不下我，然后呢就是杀戒业见自私自利的这种心很强的这些状态当中就是起烦恼造业干受的
哭啊，全部都不存在了，全部都不必要现前了，全部都不会这个出现的。这么一个在宗圣的精神，在宗圣的心里面，在宗圣的相续当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正量，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那就是无我慧，那就是无我慧，不是别的，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这里也说到这个诸瑜伽是了知这个我不可得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也可以了知我说，这个也没有一个坚持啊，坚固持有，或者是啊，就是我说有个自信的存在，都不会得到。但是呢，这个呢，我刚说说，必须要有具体化、有深入的方式来觉知和观察、思维、穿行，这个相当重要。为了大家能够打开啊思路，并且呢，很深入、速速啊，这个可以说就是啊观察，然后呢，就是修这个无我。那为了达到这样的良好的一个修行的境界呢，要这些内容呢要讲得清清楚楚，这样对大家有所帮助的。那么为了大家明白这个内容呢，我通过譬喻可以讲，比如说必须真的有这样一个人，然后呢幽闭院呢才能够在他的心相里面透入这个心间，或者透入这个包裹等等，说这些都是属于他的。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只是一个假的名字，那么在一切处都没有他，不管是东西南北上下等一切处都找不到他，没有他的存在，哪里有属于他的东西呢？是不是啊？同样的道理，以没有我的缘故，也就没有我说，没有我的东西，没有我。所以呢，就是以没有我的缘故呢，也就没有我说，没有我的啊，是这样子。大家注意，我们这个凡夫啊，出错的地方，就是首先把这个自相续的无因当成了一个我，然后呢，又把其他法呢制作成这个我所拥有的，或者呢，真的有个跟这个我的种种关系等等。比如说，这件衣服属于我，这套房子属于我，这种名誉属于我，或者这是我的亲友，那是我的敌人。另外呢，又有我的地位、我的身份、我的个性等等。那么这一切一切呢，必须基于有司法我才能够成立。也就是说，有我才有属于我的法。但是呢，寻找我的时候呢，发现一丝一毫都得不到，根本就没有。那么这样哪里有属于我的东西呢？啊，就像原先误以为某人存在，才说这些东西或者人是属于他的。那么一旦发现这只是一个假名字，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那么就随着回断定也没有他的财产，没有他的亲人，没有他的敌人等等，这样子。那么我们不知道无我的这个时候呢，首先原作无因起了有我的错觉，之后呢就一直有一种自作有我的心，然后呢就把其他的比如说财产啊、名誉啊、亲属啊、眷属啊等等等等都牵扯到这个我上面，认为是我的什么什么什么。那么由于自作有我，所以呢一遇到好事情就一心把王座取来成为我的所属，或者呢因为有个我或者呢因为有个我就需要壮士我供养我、攻击我等等，以及呢认为有属于我的这个财产、儿女啊、名誉啊等等，把这些统统呢立为自放，并且呢把不属于我的东西呢全部都统统立为他方。那么这样之后呢，就根据自方他方来做出判断。那么一旦有利于自方比如说恭敬自方啊，或者是推崇自方等等，就会拼命的拉拢，表现出一种这个欢喜悦意的这个姿态，紧接着呢发生一系列的幻想、追求，乃至呢各种各样的助取等等，是这样子。
所以呢，就是利益自放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可以说就是认为啊对我有好处啊，或者是他就是恭敬我，要恭敬自放，或者他特别好的方面推崇啊自己，所以他拼命的拉拢，这个表现出很多欢喜悦意的这个姿态，甚至呢拉很多东西，布施很多东西，看起来非常慈悲一样，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我和我所当中的这个我的自作状态当中呢，产生了我所的自作，我所自作呢认为对自方有利的话呢，他就是通过各种的手段，各种的这个方式来，这个可以说就是拉拢啊，就是拼命的拉拢到自己方面啊，自己方面呢一直想办法的把它啊拉拢，这些都是呢我所制作搞的小动作的一个表现，是这样子。那么翻过来说，如果对于我本人有什么比如说损害啊，或者有什么威胁等等，就会感到我受到了压迫，或者呢被淘汰啊，比不上这个人家等等，然后呢立即采取种种的行动，做出各种的比如说抵抗啊，或者呢就是这个派拒啊等等的种种行为。那么像这样由于由呢自他的一种对比，心里呢就会产生其他的一种娇慢啊自卑啊，嫉妒啊，忏悔啊，怨恼啊等等的各种妄动，而且呢这一切心理的妄动就叫做这个烦恼。那么在这些烦恼的趋势下呢，就会造作种种的这个忧楼业，那么以业力就会变出各种生死的假象，然后呢妄事又不断的在这里面呢接生相续，是这样子。那么像这样从生死损转的缘起上来看，你本人就会知道以我知以我所制作为根源，就会起或造业，造成生死轮转。也就是说生死当中的一切一切的过相，都是呢以祸业为因缘而造成的，这一切的祸业窟就叫做又漏又违法。那么这样呢就叫做你正确认识了四谛当中的寂谛，那么翻过来那就能够正确认识到四谛当中的道谛，是这样子。也就是说修人我这样的瑜伽是一旦在根源上完全见到了无我，也就破掉了这个我见，进阶着我所见也就破掉了。那么由于熄灭了这个萨迦耶见，他的心呢就开始停止一切自作我和我所的心理妄动，那么烦恼呢也就随之逐渐消灭，烦恼呢也就随之逐渐熄灭了。那么也就是说不像原先那样由于执着一个我而不断的去贪嗔等的各种烦恼，因为现在已经彻彻底底的认识到就连世俗当中也只是一个虚假的无蕴的幻象，根本得不到实体的我，他完全已经彻彻底底的认识到就连在世俗当中也只是一个虚假的终身各自的无蕴的一个幻象，根本就得不到一个实有的成我独一的四体的这样的一个我，根本就不可得，是这样子。那么既然不认为有个我，哪里还需要装饰我恭敬我呢？那么像过去那些非理的心态，像是事实要让这个我过得最束缚，表现的最美丽最鲜耀，而且呢把我呢放在地位，一旦这个我不能超过别人，得不到什么长样，得不到什么鲜耀的时候呢，立即感到非常的委屈郁闷等等，那么这一切一切的妄动啊都会这个消失的，这以后别人再说某某你很美丽啊，你也觉得这只是一个空话幻影，而不会去贪恋自我的心。如果别人说你长得真丑陋，你也不会起自卑感，为什么呢？因为你本人的心里面已经确认本来没有我，是谁很丑呢？还是这样子。那么总而言之，过去他本人认为这个无云就是我，所以呢会为了这个我发生各种的计较分别气或造业等等，但是呢现在已经
确认到这不是我，也因此呢，在对他做出任何行为，任何表现出各种态度的时候呢，他都无所谓的。也就是说，他心里完完全全清楚啊，这只是一个虚假的欢迎，外面呢，抱一层这个布而已。所以呢，无论抱的好看还是不好看，他都无所谓。这虚假的欢迎，坐在第一位或者坐在最后一位，他也无所谓了。就像你摆个这个凳子，摆到这个可以说第一位，放到最前面，这个凳子也没有什么分别。你把这个拉到门后面，放到最后面，哎，也没什么。就像这样，他知道这个就是，这是一个相续的这个优漏无蕴的一个东西，这个上面没有什么我，所以呢，就是啊，可以说平时我们这个可以说凡夫啊，把就是一种这个无蕴加力的这种的一个我看成是实有的我，然后呢，让我呢得到一种最舒服啊，或者是自己要这个可以说得到一种炫耀啊，或者是要突出自己啊，或者呢自己要炫耀，自己要最美的啊等等，所有所有的分别呢，全都是呢颠倒的，一点不真实的，根本就是得不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啊，所有啊去妄念制作的这个实有的我是这样子。所以呢，中圣的这个妄念就非常这个可以说颠倒的，也就是说几乎这个可以说没有这个无我的这个空心色次的情况下呢，起心动念全都是呢以我之上面产生的，这样就非常可怕了。我们的一切说作说心呢，一切这个啊可以说就是说的想的做出来的这个行为，深刻于的一切一切的啊这个说作说行呢，全部跟这个轮回的根源啊我执息息相关，那就是非常可怕了，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在凡夫的心中呢，没有过无我慧，没有过这个无我定阶啊状态修行的话呢，非常可怕，99%都是呢跟我自这个息息相关的。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这个什么时候能够端出杀戒一戒呢？什么时候能够端出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呢？什么时候呢，就是这个可以说就是完全以自我中心的这样的颠倒的邪见全部退掉呢？就非常困难的，是这样子。但是呢，人家这里就是瑜伽师呢，因为这个抉择的时候呢很啊，这个可以说就是具体，然后呢观察的时候呢也是很深入的观察，嗅的时候呢也是速速观嗅的，所以呢他最后呢彻彻底底啊就见到这个无因上面根本没有我，所有的我纯粹就是在无因上面家里的一种我，根本就不可得的，就是实有的我。那这样他完全见到我，端出杀戒业见，端出了这个杀戒业见的时候呢，那么我自和我所执都彻底端掉了。那这样的话呢，对他来讲就是一切的一切的万法上面一丝一毫我都不可得，不单是自己的这个可以说身心的无蕴的总体上面没有过我的存在，包括啊所谓的这个我的身体啊，我的手啊，我的脚啊，我的房子啊，我的东西啊，我的亲戚啊，我的原地啊，或者是我的包片，我的柱子啊，我的什么什么这样那样的，这个可以说就是财产，所有以我和我所制作阴气的这种这个可以说制作和烦恼全都可以就是断尽了，全都可以消于法界了，是这样子。那这个呢，所有实践的知识，包括所有过去现在的这个其他的宗教外道的这种这个观点上呢，没有办法得到这么殊胜的一个修法的境界，也就是无法得到这个人我空性智慧，是这样子。所以呢，必须要学到内道不共的佛菩萨的经论，尤其是直接要学到般若中观，才能得到这样的良好的一个结果，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可以说内道从这个神文乃至于佛之间呢，相续当中居住是无我的这种啊见啊，具有的智慧是无我空性的智慧，不是在我之上面。啊，或者就是自私自利上面，或者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上面呢，从这个共同成神文修心乃至于究竟一层佛的境界之间，一刹那不会安离以我自和这样自我为中心的状态当中修这个啊悟道实地，或者说共同和不共的法门啊
一个都不是从这样这个可以说我兼或者我之或者之为中性的状态当中建立的啊，这个需要明白。所以我们这样反观我们心态的时候呢，我们很多哪怕就是我们这个修一个佛法，就是这个大乘的法，还是这个共同乘的法，还是那金刚密法，大多数人呢是自我以这种人为是很高的一个啊法门，很殊胜的一种这个法门，但是呢就几乎都是呢一种自私自利啊，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呢，或者是以这个我自上面啊，然后呢我要修什么什么什么法，所以我有愿的这个法门，所以我的赏识，所以我的这个可以说道场，所以我的什么什么什么，几乎都是我自或者是我受自主状态当中在起心动念的，这样的很可怜。虽然这个法很好，很殊胜，很圆满，很啊疗愈的，是一种告法，甚至呢就是刹那间大智大悟可以得到佛果的，这样这个可以说就是深深的法义，确实看了思维了想修的，这样的这个可以说就是啊想法是有，这样的一种希求心是有，但是呢因为根本问题就在我和我所执着状态当中在建立，这样这个可以说就是一个修法的啊境界，那就是根本问题就出现了，根本问题就是发现了，或者就是说永远依靠这个修不成的原因呢，因为毕竟这个是我知或者是我受制作，也就是说杀债业见状态上面，那杀债业见的状态一丝一毫都没有断掉，没有这个可以说就是对治掉它，那这个状态当中怎么能成佛呢？就像无始以来的今天流转生死轮回的六道众生，他们就在杀债业见的状态当中，要么就是我自，要么是我所自作，这样状态各自各都有这样的这个可以说就是自我的一种自作，所以今天都没有这个可以说得到任何三乘的菩提果。那么同样我们现在学习大经大论，或者呢日日夜夜闻思修行，或者呢就是可以说就是一生的最大的目标，想即生能够成就最高的佛的境界，想修这个最高法最疗愈最究竟的法，但是呢我们的状态非常危险，就是完全是杀戒业见，或者说我和我所执着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话呢可以说就是不单是这辈子没有希望，那这样子在杀戒业见的状态当中呢，我们没有办法这个证悟，不说这个佛的境界和菩萨的境界，连这个声闻缘觉这样消乘的下至量道的啊这个修行都不会成就的，那这个是多无麻烦的一个事情，多严重的一个问题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凡夫的最严重的问题就在杀戒业见，我和我所执着状态当中，这样一直这个可以说做的，甚至修解脱法，甚至修高法的时候呢，也是杀戒业见的状态当中在行持，那这样的话呢，没有办法得到的，等于就是杀戒业见就是一个魔法魔的状态，那么魔法当中怎么能出现一个佛法呢？怎么这个魔的状态就是成为一种佛的境界呢？是不可能的。就像这样子，所以呢，就是任何在座的人要这个修这个解脱法呢，必须按照这个无我这个空性作为这个正见，这个基础上才能这个可以行持的。所以呢，这个讲的内容多重要，必须要认认真真的要这个闻思修行，必须要如法的一个心态当中呢，要听闻，要思维，要穿习，这样子才我们的相续当中呢，这里所讲一样，诸瑜伽师呢，真正通过修慧见到这个可以说无我，在这个情况下呢，他的这种这个可以说就是相续当中呢，根本没有这个杀戒业见的存在。那这样呢，我不可得，我说也没有的话呢，杀戒业见没有的话呢，以杀戒业见引起的所有的烦恼和造的业和干受的痛苦，一柄就是端出了，或者说全部都可以圆净的，或者完全在你的心相续当中呢，根本不会再次现性，彻底消有法界了，是这样子。那消有法界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不是这么一种这个很可怜的背了这个烦恼，又是这个可以说业障很深重，又天天都是那背这个可以说就是重重的苦，而这个可以说就是逼迫的状态，不要这样这个可以度日子的。在这种时候呢，他就是会就是得到一种解脱的境界，或者说他就会按住他的这个智慧修行的境界证得涅槃。所以这里就这样说到，即能
灭除一切诱畏，无有欲收，如破涅槃。就是说这样的修行的境界当中呢，就停止了一切的烦恼，熄灭了一切的造业，也因此呢不收这个后有，不会在后面还有这个投身在轮回当中，不受后有，没有未来要受的无趣因的存在，这个叫做已经如呢寂静涅槃，这个叫真正修行成就了，这个叫成就者，这个就安住在解脱的境界了，是这样子。那这个来自什么呢？这个来自于最初呢，就是以真理去观察，是这样子。所以从这里说，故此观察最为断厌。就是说瑜伽师呢以整理观察，所有的我只是一个意愿家里的名字，根本就得不到设法，或者是根本就得不到真实一个东西，之后就会完全脱掉对我和我所的所有执着，也因此呢这种观察最为壮艳，如众人啊眷视众。那么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里，这些都呢是非常殊胜的，非常这个重要的，所以呢对这个如众人的基础中的原文，包括这个自师所讲的，或者呢就是自师当中应用这个龙树菩萨的众论呢，还有佛的经典的校正呢，每字每句每个的内容呢一点都不能忽略，一点都不能花边眼花下去，一定要这里所讲的说劝意，通过整理观察，通过这个如力的思维，通过栽在的这个可以说就是观察，然后在自己心里面呢，这个文字说圈意，文字就是人圈句，这个文字人圈句所表达的说圈意，在你的心里面要出现一个东西，要出现一种这个说圈意，这个时候就是你心里得到了一个法意了，或者说心里明白了，或者心里呢通达这个法的一种智慧就出来了，是这样子。所以呢现在我怕的什么呢，大家看是看一点，背是背一点，记是记一点，然后画来画去，但是呢一个说圈意的内容在自己的心里面没有出现，这个就是辛辛苦苦看了学了听了背了思维了，最后呢该得到的这个智慧就没有让它就是成功，这就特别可惜啊！就好像365天天天都是忙忙碌碌，最后就是一点东西都没有得到的话，那是白忙了，是徒劳无益一样。所以呢我们现在不管是背还是看还是听还是学习，要最后呢要心里面自己心里要得到一种这个说劝意，就是说这里佛法就是所讲的这种内容先出来，心里有个智慧的状态，先出一种这个说劝意，这个需要得到。这没得到的话呢，就像一个人呢在这个可以说一个地方挖了这个800年的这个金，就是想就是这个地里面说是有黄金，他就是挖了个800年，最后呢就是没有挖到这个黄金一样。我们就是学学学看看看说说说研讨抉择抉择，最后呢就是心里面没有得到一种无我的问慧智慧修慧的话呢，一无所成啊，什么都没得到，那这样就是一个空空荡荡这个回家一样的。那么学了听了看了，但是呢心里面就丝毫没有得到这个无我空性的一种智慧，这个就不管是从问回四回修回上都没有成功的话，那就是就是一无所获了啊，是这样子。那这样忙忙碌碌再讲再听再学再思维都没有任何的结果，因为呢现在我们胡思乱想当中呢没有这个如力去这个文字深入的去观察，没有仔仔细细去抉择而因法这个定界，所以呢就是大多数呢就像冬天这个小孩们在病上花病一样花来花去，而且是短暂的几个月当中说是学了7-8个十来个二十个，或者说每天可以学个10-20个经论的内容，这个是肯定没有希望，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呢，要扎扎实实的要深入的要学习，确确实实这个佛法的内容呢要扎根的方式呢，在自己的心中呢出现佛法的智慧，或者说佛法的正见，或者说打动你的佛法的这个智慧的力量，一定要心中要生起来，否则就是没有真正的这个可以说修佛法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这里讲了以后呢，我们就明白呢关键是要我们人会当中的生老病死等一切的过患，一切的烦恼，一切这个忧罗业，唯一就是从这个杀戒业见作为根源才这个可以说就是生起来的，才这个发展的，才坚固的，才这个出现
啊，是这样子。甚至无色来到今天，就是我们这个可以说就是杀价也见，作为这个轮回的啊既是轮回的这个根源，一切一切都是呢以他而这个可以说控制的。那么现在彻底要推翻轮回的根源，要彻底从轮回当中要解脱的话呢，那么轮回的根源就是这个杀价也见，一定要这个可以说了解。那么杀价也见就是我知我见，他的这个可以说说缘经就是我，这个我是假立的，这个我是根本没有个私有的，不管是在生意当中还是世俗当中，还是生者智慧面前，还是我们凡夫面前，还是我们凡夫这种学这个无我的时候，还是没有这个皈依这个三宝，没有学这个佛法的时候，没有任何差别，一切是一切出，根本没有私有的我，等于就是说我这个呢没有个这个可以说真实的东西，没有个啊常住的独一的一个我，口口声声说我，或者说一种自我中心的状态当中，我们起心动念都是为了我，为了自己，为了自我，为了这样的我的生命啊，这个存在的终身就是怎么怎么样，有很多这样那样的这个梦想，但是一切一切就是呢关键就是从根本上来讲，压根就没有个我，那才是我之就是我严重的颠倒的一个啊错误，是最严重的一个啊邪见。那么在这个状态当中，怎么能梳理一种三乘修性的啊这个功德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真正向一心一意希求这个解脱，修这个解脱道的话呢，首先呢放下我，放下我说，要安住在无我，无我说。要有一种无我的真见，要有一种无我空性的啊这个智慧状态才能修。这样的话，原来就是哪怕天天打两座打四座修行的，都是我见我之上在修行，这个就是我们的基础错了啊，基础错了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现在呢用无我空心定界作为基础，在这个上面修行是至关重要的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把啊，可以说三根呢，按照普贤宣品啊做回向，请僧众念普贤宣品。此佛应得一切智，摧佛一切光定，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害诸有情，愿我生生于明世，宝忏妙法甘露味，十定五道功德满，速即证得金刚持，我随一切如来学，求悉普贤圆满心，供养过去诸如来，其余现在十方佛，未来一切天人时，一切一乐皆圆满。我愿破碎三世学，说得成就大菩提，所有十方一切刹，广大清净妙庄严，终会围绕诸如来，悉在菩提树王下，十方所有诸众生，远离忧患禅乐，我的生生正法力，灭诸烦恼尽无余，我为菩提修行时，一切其众成熟明，常得出家修境界，无垢无破无传漏，天龙夜叉修盘陀，乃至人与非人等，所有一切众生于悉以诸因而说法，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是菩提心，灭诸障垢无有余，一切妙行皆成就，欲除火业寂寞境，世间道中得解脱，
犹如莲花不作祟，亦如语言不住空。即出一切恶道苦，等于一切众生乐。若是情欲参成见，十方利益恒无尽。我常随身诸众生，敬于未来一切劫。恒修普贤广大行，圆满无上大菩提。所有与我同行者，与一切诸同机会。身口意业皆同等，一切行愿同修学。所有以我善知识，为我现实不现行。常愿与我同机会，与我长生欢喜行。愿常面见诸如来，及诸佛子中围绕。于彼皆行广大功，今未来皆无疲厌。愿持诸佛微妙法，广见一切菩提心。究竟清净普贤道，今未来皆常修习。我于一切诸有中，所修福智恒无尽。因会发遍及解脱，获诸无尽功德藏。一乘中有成熟禅，一禅有难思佛。一佛出众会中，我见恒言菩提心。普贤十方诸刹海，一毛断三十海。国海其余国度海，我便修行尽劫海。一切如来于清净，一言具中因生海。随诸众生亦乐因，一流佛遍财海。三世一切诸如来，于彼无尽于眼海。恒转离虚妙法轮，我身之力不能入。我能深入于未来，请一切皆为一念。三世所有一切皆为一念即我皆入。我于一念前三世，所有一切人世子。一常如佛境界中，如幻解脱即为离，于一毛断即为中，出现三十庄严刹，十方乘刹诸毛断，我皆深入而言清。所有未来照时等，成道传法无群有。究竟佛事是涅槃，我皆妄意而清净。诸体周边生同理，普门遍如大乘理。知行普修功德力，未生不复大慈力。遍行庄严生福力，无着无依智慧力。因会发遍为胜利，不能积极菩提力。清净一切善业力，摧灭一切烦恼力。降伏一切诸魔力，圆满普贤诸行力。不能厌尽诸刹海，解脱一切众生海。善能分辨诸法海，能深深入智慧海。普能清净诸行海，圆满一切诸缘海。清净供养诸佛海，修行无缘清净海。三世一切诸如来，最胜菩提诸行愿。我皆供养圆满修，一普贤行无菩提。一切如来有长子，彼名号曰普贤尊。我今回向诸善根，愿诸智行悉同彼。愿身口意恒清净，诸行刹度亦复然。
若是智慧毫不显，愿我与彼皆同等。我为边境不显形，文殊师利诸大愿。满彼是言行无余，未来期劫恒无绝。我所修行无有量，获得无量诸功德。安住无量诸行中，了达一切生同理。文殊师利勇猛智，不见慧行亦复然。我心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成坛，如是最胜诸大愿。我心回向诸善根，为得不懈殊胜行。愿我令于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念前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我即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离了一切众生劫。彼佛总会现清净，我是与生莲花生。亲度如来无量光，现前受我菩提心门。彼如来受记忆，化身无数百俱胝。智力广大遍十方，普利一切众生劫，乃至虚空世界境，众生即言烦恼尽。如是一切无尽时，我愿究竟恒无尽。十方所有无边刹，庄严中宝供如来。最胜安乐是天人，尽一切刹为成劫。若人于此生愿望，以情欲而能生心，修生菩提心可养，获生功德过于彼。经常远离恶知识，永离一切诸恶道。速见如来无量光，具此普贤最胜愿。此人善得身受命，此人善来人众生。此人不救当成就，如彼普贤菩萨心。往昔有无智慧力，所造饥饿无无间。从此普贤大愿望，一念速即皆消灭。诸行总离即容色，消耗智慧现圆满。诸魔外道不能摧，堪为三界所应供。左一菩提大树王，左一降伏诸魔众，成等正觉转法轮，破离一切诸寒事。若人于此破现缘，读诵受持其言说，国宝为佛能证知，决定获生菩提道。若人诵此破现缘，我说少分之善根。一念一切悉皆缘，成就众生清净愿。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佛皆回向。普愿成你诸众生，殊王无量光佛刹。依佛所获三生之加持，法性不变成地之加持，僧众不退乐之加持。如是回向法愿，悉成就。他呀他般若他呀阿瓦波达那耶娑哈。唵阿吽般若波罗蜜多僧伽吽。吽般若波罗蜜多僧伽吽。唵阿吽般若波罗蜜多僧伽吽。